大家好，我是明智，我们接下去继续啊。然后我们先，之前攻下这个汉中城了，然后这个刘璋他已经不在了，我们这个但刘璋也是开始做坏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庞统的话，待会要去那个落魂坡啊，被箭射死。好，那我们上去吧。人终有一死，对吧？好，这个血书其实我也要把它放进去啊，这边占位置。刚刚都使用了这个烟盾技啊，血书就不要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攻打。哎，我们上次拿了那个，在那汉中城拿了那个白虎斧啊，给魏延使用的话，攻击力达到150啊，非常恐怖啊。那钢枪的话才80点啊，他那个是越级了，越级的武器啊，越了两级武器啊。达到150攻击力。好了，上面这个村庄里边现在暂时没东西啊，不过我们可以拿钥匙。他来盘弋，我还以为是盘统。我们下去之后，这边拿了一个地下钥匙，青铜钥匙啊，青铜钥匙是那个开上面那个水闸的。好，我们拿完之后，我们就继续攻打上一个啊，这一队的这个。嫩薄啊，这张树还是比较厉害一点的啊。张树他智力型的，哎呀，这个武力型，其他的这两个都还可以啊，都好像都会用技能，还算不错。咱们先攻击这个，然后我们这个武力给他一击，然后我们来个烟盾技吧，好吧，烟盾技我们不给他使用，我们这个马良还是使用一下落石技吧，会比较多一点啊。然后直接砍了。然后我们使用一下烟盾技。我以前打的时候都很少用烟盾技，现在就是感觉这个技能，我因为之前少用嘛，现在多用的话，感觉还是挺有效果的，所以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。这个死敌方这个攻击减弱不少。士兵也是，这兵力也是特别多啊，打2000-3000了。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就再打一下，下一回合就可以总攻了。这没啥难打的，杀这一队轻而易举。我没有那个，我刚才用一下尾退机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总攻吧，不跟他浪费时间。其实魏延的智力也比张飞好像高30点，智力好像90，张飞是60。张飞好可怜啊，这智力竟然这么弱。又升级了，挺快的。待会学会了这个离间技啊，离间技比那个移心技要好用多了，就是可以说是移心技的升级版，对吧？好，我们进入这个浮水寨啊，浮水啊，这里面的话，我们让使用这个钥匙吧，把这个水门青铜钥匙把门打开。好，门打开之后，我们这个开一下这个水闸，按一下板动嘛，然后板动之后嘎嚓了一声，发出了很大的声音。好，然后出去之后那个水就没了，上面的水没了，对吧？那其实上面水没了有一个隐藏的物品啊，它好像是一个钢盔。再上去一个，好像是在哪个地方，我也大概调查一下吧，我也忘了啊，大概在某个位置，好像再上去一格吧，好像是
多调查一下，肯定有的啊。哦，青龙刀，厉害了！这边怎么会有青龙刀？啊，没东西了，没东西了，我得到一个青龙刀，太帅了。这个不过现在没人可以用啊，这也是坑。待会光一加入的时候才能给他使用啊，不然得这个青龙刀有何用？没用啊！我看还有没有东西啊，这边再调查调查。哎呀，不是还有一个东西吗？怎么没了？这太坑了，没了，应该就一个啊，就一个，不要太贪心。好，我们直接上去啊，落凤波就在这下边了。这庞统要牺牲了，我们还是这个军师要给这个项羽做，不然待会庞统死后，然后退回去的时候就没军师了。然后顺便也赢一下。所以我事先都是准备好了，这边就是落凤波。我们看到突然出现了刘璋的军队啊，被刘璋的这个张任啊等你们多时了。我们在跟这个张任对打的时候，然后庞统被乱箭射死，一字阵一阵，哇，这些都大热技啊，大热技比炎热技，炎热技的升级版，那个离间技是移心技的升级版。啊，这个刘巴啊，叛离技更强哈、啊，直接叛离。算了，直接攻击吧，反正他都是死啊，不管怎么玩都是一样。他这个固定是防御力那么多的，找不到我刚才使用补血比较安全一点。然后第二回合庞统就挂了，人终有一死，对吧？人终有一死啊，这怎么说？就算他有啊，他这个刘建射中庞统的胸膛，大丈夫生于乱世，当提三十利剑，立不朽之功。今壮志未酬身先死啊，惜哉！退回浮水城啊。好，退回之后，孔明待会也要来援啊，还有。忘了死心吧。啊，他们敌方放火，是我方放火，不是敌方火。好，我们这个魏延快去见上帝了啊！那个啊，我补一下，自救。然后我们使用一下这个什么呢？烟遁技吧，烟遁技用一下，应该是可以成功，没错。哇，飞哥，这个张飞哥就这样去了，也不说一声就这样去了。这个马良竟然被智力这么高，竟然被烧死，不要吓我啊！不是吗？再成功就没人了。这孔明还不来，要去见上帝了。帅军来到，都倒成这样子了，你说这样子怎么玩？我们这边好像有，哎，没有招魂丹了。这边是不能使用落石，也不能使用水雷，这边是放火，只用炎热技啊，直接砍啊，然后直接砍李严。孔明的话恢复一下好吗？一面又被射死，好，孔明补血有用了，完全恢复，再烧一遍他们也就死掉差不多了。我方这种情况很危险了，就被一遍就被打一遍倒下三个人。好，他们没机会了，我方赢了。项羽的士兵达到2000多了，哇，哪一步先撤，我倒成一片了。好，我们加入吧。好，关张赵孔明啊，孔明光一赵云加入。
我们家五虎将又凑齐了，呵马超也没让他参战而已，那五虎将都齐了。那现在的话，先救人，先救人，倒成一片，倒成一片，买一些招魂丹，多买几个。哎，三位刚才也死了，不过呢，他身为大将，刚才自动复活嘛。招魂丹开始用七个了，够用了。啊，原来三好。会员，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青龙刀光影啊，青龙刀的光影。啊，其实这样子，魏延要不要参战呢？都在考虑他，就火焰弓，火焰弓可以给那个。哇，乱七八糟，东西乱七八糟。啊，还有那个孔明好像也没装备啊，有，是继承传统的。魏延、赵云没有，赵云乱七八糟，但是这些装备好像是本来是光影的。钢甲、钢枪，我刚才有一把钢枪在那量着啊。钢刀就丢弃吧，现在有青龙刀了，不需要钢刀。钢甲有，没有钢盾了，都是铁盾哎。钢弓也没用，钢弓卖掉。都好好用的武器，不卖都浪费。啊，队列的话，我还是张飞在第一啊，项羽在第二，然后马良、关羽、赵云。关羽就先不要吧，或者是我看一下，很纠结，或者马良不要，让魏延参战。其实我还是喜欢马良参战，那就魏延不要。魏延虽然有白虎虎，就一个白虎虎就这样迷惑我。我们的青龙刀，关羽的青龙刀都没120攻击力，青龙刀都没那个白虎虎攻击力强啊！白虎攻击力150，我去。啊，要不关羽先把它换下来。这样吧，待会到后面武器好一点的话，我们就不用那个。好，那现在我们也要去攻下西蜀这个刘璋啊，刘璋最后西蜀的那个。好，这边也要那个。这边又要打很多仗了。那个炎炎有没有看到？不是炎凉啊，不要误会啊，这个是炎炎，是一个老头，这武力也特别高，跟黄忠有的一拼，智力也是160，还算不弱的，这计策也是挺多，懂的，160，智力也是非常高，武力那个老头武力那只算，虽然比黄忠稍微弱一点啊，这个霍去。看一下，使用一下伪退技啊，然后直接砍啊，然后使用炎盾技，我还是很喜欢使用炎盾技，我以前没用过炎盾技，现在很喜欢用，不知道为啥，就感觉这玩意挺好用的。成功啊，把敌，哇，这敌方使用这个免击技，我方物理攻击无效了。下坑了，只能先计策攻击。没事，我们补一下血。我们还没写的那个银仙计啊，所以现在补血很少。落石吧，落石去给他落一下。啊，先不要，先给他离间计啊，先给他离间一下，让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先落石，哎，不要，把那个这个老的先把他给灭了。魏延使用铜仙计。赵云继续使用
落时间，落一下。好，离间成功，张辉快差一点点就是失败，再赢，这么弱。哇，这马良什么情况啊？竟然摆脱离间技，现在还不能攻击啊，使用这个免击技非常麻烦的。砍一下吧，不能攻击。我们看到魏延跑出去啊，这负责没出现攻击的状态。他最讨厌这个免击技啊，我现在还没习得那个解测技，不然把它解掉就可以了。这个炎炎还打得还非常多的，免击技消失，还不消失。好好的作用消失了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打了。不要再坑我了。用计策的老师给我用那个点击技啊，炎炎也是1900多才能打，非常坚强。总攻，这种情况还跟他啰嗦。老家伙倒了，待会他也可以加入我方，跟他对话一下，他在城里边等我。如果你不想加他，就不必跟他讲话。他讲话，如果你他说要不要是否让他加入，你先火他也不能加入。那有一些剧情人物的他是肯定要的，果然是个短模用的练习器。好，鬼鬼鬼鬼鬼，他打不到他。这个老家伙让他加入吧，没事，人多力量大。我加他也没用，我们又不让他参战。好，那我们是这个是剑灵城吧，这八层在这里面可以训练好多等级的，我们可以训练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先保存一下。好，很多钱就对了，20000，然后现在100000了。这边可以升好多等级，我们升一级了啊！注意看，学会封建阵。好，第二级，看可以升几级啊？银仙技，第三级，搏杀技，第四级啊，解阵技，第五级，解测技有了，第六级。可以升好多级的，第七级啊，所以在这里面训练是非常有用的。我以前没训练是直接打过去啊。第八级啊，可以升数十级左右。洪水技，第九级啊，第十级好像，投石技没了，好像升了9级啊。看一下现在的等级35级，你看血量也达到2000多了。好，那现在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要打的话就过去就非常轻松了。如果没训练的话也是一样，打过去还是照样打，就是打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了。这个什么八层这边也有一个隐藏物品，这隐藏物品在这上方啊，野营帐啊，对啊，没错哈，这我说的还是很准的。我都想让环中参战，魏延不让他参战了，我来边城锁，边城锁这边都没有啊，好穷的城啊。好了好了，出去了啊，继续打，往左边走。
哎，有这个银仙计之后，非常方便。好，这敌方晃火，晃火，超是难逃。啊，这是固定的，不过我们现在要打他的话非常容易。牛八这个智力很高，190。哇，然后还有这个薄杀技，我们现在也习得了。先给他一锤，然后使用一下尾退技。策反技也有，如果他使用计策的话，他会反弹。 这个计策也非常好用，攻击失败，要你何用？失败啊！这边好像不能回退啊。免击技，我们有几个车器，不用帮他这个免击技啊。如果他使用免击技的话。 然后我们进去之后，这边有一个冰枪，好像是在，是在左下方啊，左下方这个位置啊，这个有一个冰枪啊，冰枪就相当于青龙刀，那种等级的，攻击力120，我们冰枪给这个炫灵，那打了更多，东西好多都满了，扔掉一些。 给你换冰枪啊，冰枪攻击力120，对吧？没错。然后他那个还是没有白虎武强啊，130多，30点攻击力，非常的霸气。这边不能使用野营帐，啊，没事，我们出去吧。后面起火，被他放火，这个奸人中计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杀他也是特别容易的。 就算他放火，也是很容易杀他的。这边不能使用尾退技，我再使用一次，试看看。3000多，我拿了那个银枪，果然冰枪啊，冰枪果然厉害。 我们现在人物，我们现在这个刘备军等级这么高，要杀他们非常容易的。但他们士兵还是比我们多，但我们现在等级在那边训练了一下，非常的有效。但是你不要在每个训练场都训练，有的训练场你升不到一两级，没用。在这个地方不能使用武器，没事。待会其实总攻原因还是不冒这个险。 大这个技吧，要烫了，非常多了。大这个，这熊熊烈火，使用大这个技非常有效。但人已更惨。两3000，哇，是自身砍得你更惨。所以不能跟他持久战，速战速决。好，这个使用火的话，我们使用杀毒技啊，这个有火种啊，我们这样跑出去就不会受伤。使用杀毒技就不会受伤。好，然后我们再进来。 进入这个村庄里面住宿一下，我们有营帐，不过我们还是正常的。建宁山寨，这个是什么山寨？看一下，陈家村，这里是一个陈家村，我们上去啊，上面可以得很多宝物。 找一下吧，不要偷懒。其实我也懒得找，不过这边有个火焰盾，好像在哪个宝箱我忘了，有个火焰盾挺不错的，找一下。彗星丹有盲刃。
火焰钻不在这个地方，火焰甲用一个，火焰甲也是很多了。噪音，它血比较少，噪音血好少。 有时候东西太多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玩，还会偷袭。遇到一个路上遇到这种 boss， 现在就砍一点刀他就挂了。这种 boss 还称之为 boss。啊，出去，我们重新进来吧。这边绕绕看看啊，好像是在这个地方。火焰盾没错啊，我这记性还挺好的。 张飞吧，钢盾好像还有人没有啊。钢盾，还穿着铁盾。好，我们再出去吧，再进来会比较快一点。啊，直接来打 boss 吧。缩地技这边好像也用不了。 还有一个宝箱，顺便找找一下。后边东西都比较好一点，银仙丹。我们现在其实有银仙剂，也不用银仙丹了。银仙丹都没啥用，致富丹还比较有用。我们都吸着这个银仙剂的，这个银仙丹就感觉没啥价值。王坑，尼卡，尼卡这个智力挺高的。 智力高的我们最好用砍他的啊，然后智力弱的我们用烧他了，一下子4000多，用烧的也2000-3000了。如果果孔明来烧的话，可能达到3000以上，也没那么多啊，最多可能2000多，2000-3000吧，看情况，有时候实在是少。 这山寨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物品，我看一下这个剑灵城邪石。好，那正好跑去剑灵城了。这个地方是在右边这个地方啊，找有一个银仙石啊。天啊，银仙石。好吧，我们出去。 剑灵城，打那完了，雷同。 这个雷同待会给加入啊，很厉害的，武力达到200以上算是不错了。我们杀智力型的，这个力量型的要砍智力型的，位退技用一下。其实有我这个策反技啊，大热技直接烫，应该可以达到2000。 1000，这么少！我们现一击下去，他就那个小的血就是那么一丁点。哇，薄杀技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直接砍了。 这个为什么伪退机会失败呢？先让你倒下。像薄杀技太狠了，伪退机不能成功，为什么？我想不明白。啊，刚才为什么这个马莲使用它就成功不了？哎呦！
那么的弱。张飞也，哇，搏杀成功，那个家伙相当于死了，不用打他。我们继续选搏杀，然后直接胜利。如果这三个直接被我搏杀的话，那你可以不用打，就直接胜利啊，直接显示我已经胜利成功。好的，还剩下一个士兵。赢了，那士兵死了我们就赢了。那两个已经被我们关死了。你看那两个还站着，对吧？直接被搏杀。雷同在这啊，常规千金名不虚传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剑灵城啊。剑灵城这边也有那个隐藏宝物火焰甲，火焰甲又有一个火焰甲，真的是好多。那隐藏宝物都是火焰甲啊，火焰甲，然后要给谁？还有那个火焰甲主要是用来卖的啊，如果你缺钱的话可以再卖一下，我们卖掉一些东西。这个银仙石啊，这个不能卖。像银仙丹这么多干嘛？现在不需要，占位置。这个火焰甲还是很有用，我们在前面练起来的，255个，现在都卖不完。你一旦装备上，它就没了，装备上就变成一个了，所以它现在是非常有用的，可以卖钱用，非常的方便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上面打。就可以那个了，这些剧情挺长的啊。是左边行宝，还有一把冰签啊，一把冰签不在这，其他地方在这后面，真的在后，不对，又是银仙丹，好讨厌。在这后边有一把冰枪，给张飞使用。丢掉，没啥用。不选占位置，看了都很烦。好，我们住宿一下，进里面有个敌军在那边等候啊，一个大将。就是前面我们打过这个6000，直接把他搏杀，总攻。这种还当大将，比士兵还不如。我们进来之后，这边跟这个将王的母亲，然后这个将王就要加入我方，让他打头阵的话。他那个城门可以打开，如果你没让他打头阵，他的敌方的防御力都非常高啊，打他们一丁点血，而且很难杀。那我们最好是把他叫出来一下，啊，让魏延离队吧，啊，魏延离队的，魏延现在也没什么好用的，就是除了这个武器厉害，武力也是不错的啊，我们也不能那样说。然后队列你要选他在前面啊，这样子他这个敌方的这城门就会打开。然后当然你如果他打开之后你再过来回来换人也是一样，然后他跟他对话一下，现在就会打好了，进来吧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剑网给换出去就可以了。他其实智力也挺高的，195还可以的。我们再把魏延换出来，
好，兑换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再打了。这里60，瑞妍这里90，又遇到杂兵了，敌方还没出现，他刚才出现，敌方还没发现我军，就是相当于我军偷袭他军了，相当于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敌方偷袭就是我军会发现，李岩这个也是弓箭手。 我们看一下他攻击力多高，90啊，打2次的就是，所以说刚才前面那个，在前面那个遇到那个李胜，他攻击力130是反常了啊，应该是没设计好啊，这个程序没设计好，他把他看成是普通的武器，这个无疑待会也会加入啊，170比较弱一点啊，当然他们都是智力型的这些人物啊，都可以用计策啊，每个人都会计策，非常厉害。 好，我们先把他杀吧。烟盾祭用这个来用吧，然后我们再用尾退去试试看。他们尾退，我用一个这个，哇，一击一个。哦，其实他已经打开城门了，现在攻击他血量非常多了。 <笑>死了一个人，还想布阵，又使用免击技，没事啊，让他免击一下。好，这个无疑在这里，我们让他加入吧。这个城市啊。 隐藏物品我没有拿，在下面那个村庄里面呢、啊，有一把镰打剑可以打2次的，我记得好像有，我看想一下，好像是在这里边吧，应该是在这里吧，调查一下，啊，有一把镰打剑没错，就镰打剑可以打2次的，不过我们现在没有人拿剑的，只有孔明了，他比个赤龙剑还要好，打2次加起来的伤害就比他高了。 好，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上面的城池啊继续攻打。上面有个那个火药，这个葫芦谷啊，我们要拿那个火药壶啊。敌方在那边放火，这边有一个火药壶，我们先去找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些钢盔之类的，找一下宝箱。 钢盔有了，铁盔就换起来了。啊，这张辉装备现在已经非常犀利了，啥都有，火焰盾都有，防御力达到150，体力了。防御力现在是他最高的，而且我想给炫影，但是想想他在前面就让他火药壶我们先拿吧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是任务物品，一箱的，不拿的话当然也可以啊，你直接去攻打，就直接那个城池直接上去打就可以了。 火神书，相当于火神技啊，待会儿我们直接用掉。那个火神技，火神书待会儿习得那个火神技就，他这个就没啥。又一把青龙刀，金丹，这后面的物品都还可以。还有一个没拿，这个拿了，这下面还有一个宝箱，在下面。 钢盔，好吧，这些东西都满了，很尴尬。缩地技，我们再重新进去会比较贱啊。老头就在这跟他说话一下，紫曦真人。 他只能用火药壶，只能用这个火攻啊，连珠棒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去找一些东西吧，好像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找。其实白虎斧有两把，觉得好像有两把。好，这个在这个地方啊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还有一把白虎斧在这个地方，我是专门跑回去啊，给大家看，专门跑回来找啊。嗯，大家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啊，对吧？在这个小屋里面啊，然后在这个左边啊，我刚才打得太快了啊，这又一把白虎斧啊，但是拿斧头的就魏延一个，是吧？啊，我们出去啊，啊，原路返回。好，那这个城池还有一个钢盔，我又不忘了。城池还有一个钢盔，好像是在啊，找到了。但钢盔的话，很多人都有啊。赵云，待会那个光乙和张飞就要离队了啊。攻下这个西蜀之后，好，那现在都没了。看一下，赚点钱吧。我们只能从后门进去啊，后门进，从这边后门进，然后他这边有草，对吧？我们使用那个刚才拿的那个火药壶把它烧了，他就会出来了，敌军就会出来了。单身躲在这里啊，前军冲锋被大火包围，我们总攻就可以了啊。这种这火是我们放的，所以他每回合都会被火烧。烧一次一两千，这样子他们怎么玩？敌方向北方逃去了，向上面那个城池又升级了。那这次写的什么技能？招魂技啊！这下我们这个招魂丹就没啥多大用处了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圆珠关其实我刚才不应该这么早把它烧掉的啊。有一个青龙角我都没找啊，算了算了，不找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往上面走啊。有一个青龙角啊，青龙角其实待会我们在那边买也有啊，也不差那一个。这一队伍，虽然这次是正式打的，张任呢武力挺高，还有刘瓜也在，打这些这一型的，比较讨厌。大热来一下，烧一烧，烟盾机来一发。话说我们打到最后面啊，其实烟盾机还很厉害，虽然它是很低级的一个计策。在这后面还是可以用得上的。好，免击技成功没关系，我们只要警戒一下就好。破解他的计策，对吧？好，作用消失了，那都不用破了。银仙技，所有人。刘八先把他砍了。失败。
喜欢室外的，这是为什么？马林的血好多，是不到了。这样子还想布阵？这个伪特技我觉得很奇怪，有时候会成功，有时候为什么不能成功？这是为什么？隐藏物品火神书又有一本，那这么多本我们要给谁呢？马良、赵云、青龙刀、火焰弓，把魏延把它换起来了，我不喜欢魏延，虽然他那个斧头没啥了不起的。算了，放着吧，我们让光影成长啊，光影成长。这些智力比较高的可以多用一些技策。这个火神书这边还有一本没有，哎，我错了，好像是在哪里，对了，好像下面那个城池还有一个，算了不去找了，好像还有一个兵法书，兵法书好像是在这下面吧。那兵法书我要看能让他使用什么计策，就是上面有一个兵法书在这个地方，哎，怎么没有了？不是啊，不是，在这里吗？看了真的看了眼花缭乱，因为他的城池很先进啊，看起来就感觉怎么想，好吧，我们继续寻宝啊，来皇宫这边吧，皇宫这边没东西啊，还有一个基石书，基石书，不对呀，基石书，后面写的那个基石记就可以了。基石书这么多东西，弄不完了。还有一个水龙书，所以这个城镇的宝物真的是多。天书啊，我的天，一个水龙书啊，火水，还有这个石头，三线属性都有啊，哇。
火水石头上下的属性都有水龙珠，都给你了，好像你这个智力比较高，都依赖你。好，下期那个张震要跟你单挑，我们找一个武将比较厉害的啊，当然项羽了。最强，跟他单挑，项羽就会一会你了。一下子4000多，你敢跟我打？打我86点，你好意思？倒下，如此系数就要落入属性当中。好，我们再重新对练一下。说一下，这是最终战了啊，西蜀的最终战了。这个刘璋把他灭了之后，西蜀就是刘备军的了，汉中了，夺取汉中。西蜀是我的，不能给你。你看音乐都变了啊，最终 boss。这是这个蜀啊，哇，智力160，这些智力都很不错的啊，每个人都会用技啊。啊，刘邦智力最高。完全这里也挺厉害的，这音乐都不一样。好，我们这个先使用一下这个岩盾器啊，不用，我们这个直接打光影来用。这个天书这么多干嘛用的？就是兵法书来一下。这边有火神书，对吧？伪退技用一下。失败了，这中战一般不可能成功。好，那使用一致阵，使用叛离技。这个兵法书是随机的啊。好，对方使用这个大热技，非常禽兽。使用大热技一旦成功的话，非常难打。他们智力也没我方的高，这种阵型他们怎么可能打得赢？刘璋防御力好高，先把刘邦给杀了。大热技牛顿，宝物火神书，继续火神。我方现在的这个等级要杀他们非常轻松的。啊，下面两个没有成功，成功上面两个。还练机技。马连智力比较高，所以他用了烧的血量应该比赵云多一些。先不让他倒下，大热再烫几下再说。直接水龙书没书了，继续。还有那个投石技我都没用，投石技应该会。其实我记得这里面投石技的威力感觉没大热技多，大热技烧的比较多一点，但是到火神技和那个基石技的时候就不一样，基石技要比火神技要多一些，多挺多的。那在这个大热技跟投石技，我觉得大热技比投石技打得多一些。那到基石技就不一样，基石技比火神技还要强。大热虽然也是最终形态的，你洗身体。4000多，那基石书留着。败给刘备死不瞑目。
应该是成都城了，最后一个城市。 现在的话就全部的功效，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了。安定城、南安城、成都城好像也有一个火焰宫。 树的中间，两个树的中间，啊，没错，火焰弓已经有200，青龙刀有200，这么多武器，算了，啊，别被又让我们睡了一觉。 汉中营地啊，落凤坡了，石头搬掉了。那成都的东北啊，然后这个汉中城用那个了，啊，这边又有训练场，还有武器店，现在每个人都有武器，冰枪都有，钢枪。哎，冰枪我不是有两把吗？哦，是一个是那个现役用。 再买一把。好，这些没用的把它清理掉了，这么多东西，青龙刀、火焰弓啊，这些都多余出来了，白无辜。 火焰弓我竟然卖掉200，那个黄忠要哭死了。黄忠都没有火焰弓用了，啊没事啊，那个待会在后面拿了个养油弓更好啊，神将器的。那连大剑，因为孔明应该给他。 保存一下，好，我们去训练场训练一下，这里边可以训练一两级，它后面这升级非常慢了，所以在训练两三级，哇，4万，非常贵啊！可以习到那个祭祀火神技啊，一致阵，先一级两级。 王夫姬，这恢复系也更多了。金仙祭是最后的，叛离祭，升了第4级。火神祭习得了，没了。刚好40级，升了4级。啊，再恢复一下兵力。 咱们这一期就做的长一点啊，继续攻打，啊，继续把那个汉中西蜀全部夺取了。哎呀，疯了！哎，跑很远。 然后我们还得绕到那边去啊，还要坐船。哦，喉咙好痛啊！哦，没跟那个家伙讲话。
没事啊，我们这个独挡一下。还在这里啊，我们进去跟那个士兵讲话。他说那边的石头搬掉了，洛芬坡那边了，我们要从那边走啊，然后跟他对话一下，这样子才能出去，不然出不去了。我刚好保存在这里。好，没事，我们继续往前冲。然后打得太快了，这个通关打得太快了，进进还给忘了。我从这边绕绕了，就不用绕那么远了，从这边洛芬坡这边直接过去啊。非常快啊，不用绕那么一大圈，一下子就到汉庄这边过来了。然后要绕一大圈啊，而且那边又没船，你又过不上来。好，这边我们直接杀了，那上面这边就开始开打了。这敌方的兵力都达到九千多，吓好吓。好，这个没事啊，这火神器烫几下就解决掉了。啊，线里的话还是用打的。现在火神器跟他打的也差不多了。2000多，好少，才2000多。他好像使用免击技啊，免击技我们就继续烫，就是用火神呗，看你的免击，用火烧你就没用了，烧几下，免击技没把它解掉，刚才应该把它解掉，只有免击技消失作用，消失，哎，不消失，没办法，恢复一下，解测技，啊，火神技烫。继续消失。哎呦，这垃圾路真的是，他妈就跑这么远就为了找那个宝箱，真的很不值啊。你们看到那些宝箱都没找。这一队也都是六七千啊，直接打，很轻松的，轻而易举，火神都烤几下，都差不多了。一下子得3000-4000多，基石技才很多啊，基石技。基石书，那我把这个减速弄掉了，对士兵失败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上去吧，最后一个最终 boss 了，杨修在里面。汉中的最终 boss， 夏侯渊，不是，夏侯渊其实也是曹操军的，但他最终 boss 是那个刘璋啊。
能力还算挺不错的，武力艾维15，智力15，还有暗杀技，最怕的一个暗杀技，成功之后不管你血多少一下子就死了。杨修也有暗杀技，还是先杀夏侯渊和杨修吧，这两个比较难查，先登记用一下好吧。火神夏侯应该是可以成功，然后火神李通，智力杨修智力比较高，200多啊，所以那个一般要物理攻击打他，计策的话对他一般无效，成功率很低啊。哇，一来就是这样，使用暗杀技，这货真的是一来就想用暗杀技。防护技是补得比那银仙技要多一倍，那金仙技又多一倍啊，金仙技补4000多，又多比防护技又多一倍。好，夏侯渊总要死，哇，张飞挂，我要使用每个人的，那这个伤害就变小。哇，喉咙好痛，今天讲话讲一天。杨修你可以去了，这两个死了我就放心了，剩下这三个不怎么会用技能，不会用技能，让我们打夏侯渊和杨修比较强啊。哇，直接倒了，项羽就强了，4500，好多。好，总算是汉中总算是统一了，李王叔要做皇帝了，汉中王。还住宿一下，然后关羽和张飞也要离队了。没事啊，那他离队吧，还有张宝要加入，张飞的还是。升他为汉帝。好，刘备做皇帝了，降阿姨多少呀？好，然后银蝉和张飞都去镇守各个的城池了，那封诸葛亮为丞相，平北大都督。好，然后兴复汉室，即刻伐魏。剩下这些人物啊，刚才那两个跑掉了，关羽和张飞跑去那边了啊，然后叫他们的儿子来帮忙打。那张宝的话，我不想让他加入，你可以把人物筛完之后，让他直接到边绳所去。这样子，然后让关心加入，这是没办法了。关心，张宝武力也是240，但是我不想让他加入。我看一下队列，好，再有一个人进来。关心拿的应该是，我就知道是关羽的。啊，其实可以让马超或黄忠进来啊。马超，
好，那我们让那个，不然这个张宝一旦加进来之后是不能离队的。关心也是一样，关心他挡在门口没办法，只能让他加入了。那关心的武力还可以，235、175，还算挺给力的。那物品，马良是连大剑，还有一把赤龙剑。那孔明给他吧。算了，我看一下。是冰签，火焰盾，是好像拿的光，是那个张飞的物品啊。啊，现在马超第一，关心要不要拿参战？关心其实比魏延好一点，他智力还可以啊。那魏延在那里对，青龙刀，他也是拿剑的。连打剑给他，然后赤龙剑给马良，你当然不让这个关心参战也可以的。看一下魏延、关心、马超智力140，他不让魏延打前锋，关心不知道能不能离队，他好像不能离队哦，看一下。不能离队啊，跟张宝一样，张宝在里面了，我看一下能力。张宝啊，240，速度140，其实这张宝加入也是可以，但是觉得还不如马超，马超比他强很多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阵型就这样吧。然后打船，好，那这个刘备当了汉中王之后，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啊。最后就是要去攻打曹军了啊，最后的曹军，曹军打完之后还有最后一个司马懿啊，还剩下这两个大章。好，那这一期的节目做得比较长啊，我们就先到这边吧。喜欢我的话就点一下订阅，大家拜拜。